阿姐，功课就这样。你先啦，老母送过来。无啦，巴肚有点仔怪怪，不要紧啦，关系关系啊，小蛋就好啊。你老实讲，你还袂食暗顿哦？那无啊，今仔暗顿我澎湃，我食就饱的啦。你莫阁骗我啦，你的个性我阁无了解，难道那就有人客？你一定今日食无够。就算我有剩的饭菜，你也留建州吃对无？但我本来就吃无偌济啊，害你讲到安尼，袂输敢那仙呢？搁再讲，因是你的朋友啊，咱当然嘛要好好共款待，安尼你唔才袂无面子。恁大家免有遐费心啊，我已经甲小翠分手啊。好好滴，是安怎都我面过，啊都袂下，是啥物叫做袂下啦？袂下就袂下，哪有啥话通讲的？你无感觉，小翠甲谢阿大东伊款大波囡仔才对。你即马是讲小翠甲大东？我啥物拢无讲啊。回头我即马已经甲伊分手啊，以后伊的代志拢甲我无关的。你讲不清楚啊，小翠甲大。时间无时间，因是甲你讲啥？当然嘛是咧，伊哪有可能甲阮讲啥？这用脚头乌来想嘛知影。哎呦啊！啊你也要做小工，也要读册，当然嘛无闲通陪人。建良啊，我会记你甲阿母讲，你下课的时阵拢甲同学去做小工，敢毋是？是啊。阿丁最近在做生意啊，啊欠卡手，我去阿斗三工尔。好啦，我要写广告，我写袂完。建阳长够要紧，要受死人啊！我呀，拜托，较细声好无？啊，你是要让规镇你拢知影这件代志哦？啊，但是嘛，那边啦。去啊！啊，你甲建阳讲，叫伊莫阁去好无？但你来如我去讲啦，你去就好啊。哎，啊，你是因老爸，啊，叫你去讲是安怎啦？啊，免讲啦，迄有啥好讲？迄都直接甲吐槽啊，那个对无？啊，才几岁囡仔，若走迄个所在，读册咧读个脚正歹去哦。建良，迄个囡仔吼，你甲骂嘛无路用啦。我伫咧想讲吼，伊可能咧烦恼咱厝内底无钱，毋才会去交警斗相共。啊，我实在毋愿哦，看伊甲遐落马咧斗阵啦。我是看啥啦？你看你吼，啊，都正好讲安尼，安尼道理讲了规大篇，我著较含慢讲话。啊，建良啊，自细也嘛较惊你。我袂晓讲话，你干那直直要对我去讲，我是要去讲啥的啦？啊，你平常时咧爱跋到要死哦，哈。嗯。啊，即马恁囝啦，你共顾交警啦，哈。啊，恁爸爸是跋筊的人啦，无得靠你去讲吼，电脑较有效啦。啊，你讲的那是话？是哦。那伊讲这句是有道理的话哦，平平跋筊人较知影轻重啊，对。我甲你来啦，我讲甲好伊哦，目屎四人垂，水都变出来。迄个我讲甲传出来，来，
来讲，以后要来烫烤刀袂离啊！来来来，拼一下生死的啦！嘿，呸！失败啦！失败啦！我话甲要少声，拢无影海着，敢会无得呢？怪你，倒是冷啊！哎！哎！哦！爸，阿姐，你有啥话恁就讲啦。哎，阿德，阿爸，阿姐，有啥话做恁讲不要紧啊。好啦，好啦。我问你，你是安怎讲踮咧交警的股？迄路帮你也加遮，建良，你知影恁阿母知影这个代志，伊偌烦恼，你知影？我甲恁阿三叔阿咧跋筊，迄是当作二娘啦。你即摆迄是交警啦，逐工落来吼，为着钱，甲人踮咧拼死拼活啦。你一个读册人踮咧迄个所在，你连骨头上甲你剥落去。较细声咧啦，大声要创啥？啊，伊安尼做嘛是为着你处理失相，替你减轻负担啦。替我减轻负担对啊，我这个老爸较无路用嘛，较无才调嘛，安尼会使袂？啊，你是咧甲我大声啥？啊，啊，你才出嘴出对我这来哦？你无看我当日俩讲我是我大人细声是？我阿爸阿姐，你莫为着我代志冤家啦。阿爸，歹势，我无应该骂你。我知阿母对我寄望真大，我嘛知影厝内底大大细细为我牺牲足多，也不歹势，我承担袂起。建良，我知影你也真为难啊，啊，不过你阿母安尼做牛做马安尼咧拼哦，我从来都毋捌听嘿喊一声，好心诶。你都要让你老母做了较有价值的啦。嘿啦嘿啦，恁爸讲了对啦。啊，你家己嘛不时在咧怨叹讲哦，啊外口遐人讲咱落马去无甲一个正物的。啊，你若甲遐落马淡薄过吼，真正我若搁去互撩着啦。尤其是吼，你若要甲个小翠安尼孤孤单单，啊那好紧啦。小翠这走路一看就知影袂歹啊，对无？啊，人若知影讲你甲落马咧过吼，咱惊死会闹跑去啦。当时咧甲拍干落去哦。伊甲小翠落去个车啊！你啥？哈？啊！这当时我，我的，建良，你知影我甲恁阿三叔啊吼，一向都较含慢讲话。阿爸，你咪阁讲啊！我知影要读书，一定爱赚钱，这是我要改变的事实。我你嘛一定爱甲我找一个正当的头路。好啦，留较好的我一定换，好不好？袂用的，袂用的。对今仔日开始吼，我绝对不准你搁踏入去交警一步。阿爸，你莫逼我啦。嘿，建良啊，啊你安尼当时啊变到这么自私，这么固执，哈？你真是拢无法度体谅你四大人的苦心嘛？啊，敢讲你安尼，规工哎呀，唔知囡仔做诶，真是去互人拖歹，拢变款去啊！读册唔读，干那屁屁啊，有诶无？无怪人小说，无要甲你斗阵啦！那，嘿，我你要斗啦！我，你安怎？你安怎？你即马阁想要讲啥货啦？我未甲伊讲煞咧啊！恁爸哦，你当时变阮爸啊？哈，我是讲我，但是讲我强要入来，互你讲者伊阁破局去啦！我先来甲讲甲破局。你敢讲讲讲小翠遐去啊？小翠，我哪知伊甲小翠放啥册啊？在想影吼，唔知影。你根本就是死鬼，能无放鬼屎嘛？你，你嘛是咧奇怪呢？啊，伊甲小翠要安怎搞我啥物地带？不当代志，免你管遐济啊！你爸爸不会甲你插啦。安怎？阿公你安怎？是啊。歹势啊！我对吼，讲话讲一个无对当啊，一支嘴乌白讲啊。阿三姐啊，啊你嘛讲较清楚。对，阿
不知道你是安怎啦？无啦，无安怎。今日有倒来。拢嘛我也无啦，怎有遐堆心肝呢？啊，啊无代无志，我甲讲对迄个小翠去啦，要怎有遐屎憋嘴啦，死死好啦。你讲了有道理，较早死死，较早出事。